松木给我发的就是一个"谢谢阳光暖男"，这是我吗？那肯定是有些开心的嘛。老于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看了陶然的朋友圈，然后我们发的东西居然又是一样的，哇，心有灵犀啊！我都不知道我该看谁的，点了我自己的那个朋友圈。啊！妈呀！我不看他的朋友圈是因为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当面说会更清楚一点。回房间休息吧。Good night。这不猜对，真是一点都不遗憾的。那要我选，我还是会选择看呀。我还是会想要更去了解一下对方的想法。他去聊去了是吗？他去敲门去了。哇，好直球。但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处理事情的方法。可怜这个镜头。感觉他好伤心，好颓废啊！哎呀，委屈巴巴。这是一个直面问题的一个成熟的人，对，我喜欢 Manson 的性格，他跳出了一个人性的本能。因为大量的这个冲突解决研究发现，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我们会快速的做两个反应嘛，一个就跑，就是回避性的本能；第二种本能就是战斗，就是我要去赢过你。其实正确的选择就是直面，就是既不害怕离开，也不去因为心理情绪的处置不当而去直接发生冲突。而是就事论事。而第二个他做的非常对的是，这种复杂的沟通他选择要跟对方见面来聊，所以在策略上选择是正确的。不得不说刚才这个举动，张岩有加分。